Hello， 大家好，欢迎嚟《沙龙之谷》系啦，第十一集，哎，我记得嘅第十一集。咁咧，今日咧，其实就有我啦、阿善啦，仲有 Dennis 嚟紧嘅途中嘅。咁今日我哋就迟到。咁今日我哋咧就会喺直播上，咁啊已经可以合情合法合理地咧就直播 PS5 啦。咁我哋就会试玩 PS5 首发嘅 game 啊。咁上次有睇片嘅情况下都知道我哋玩咗 Spider-Man 啦。咁我哋今次就会玩 Demon Soul 同埋 Devil May Cry Special Edition 嘅。系啦，我想问啊，而家我之前有冇玩过啲Demon Soul？ 有，或者系 Dark Soul 嗰类啊？有玩过 Dark Soul 一二三同埋 Bloodborne， 咁即系都系佢嗰个系列嘅。咁但系 Demon Soul 因为系佢第一只啦，叫做咁啊，就冇玩过嘅。嗯，系啊，咁啊 ，Devil May Cry 就因为啊 Dennis 有死忠嚟嘅 fans 嚟嘅，咁啊等佢嚟到再慢慢研究啦。我都有爆过机嘅都。啊，你都有爆机嘅，但系你之前系咪集集有玩啊？都唔系，中间 skip 咗可能第四、第三集咁。因为佢系集集有玩傻佬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先等先集集有玩就傻佬。啊，傻佬粉丝向连 iPhone 版嗰啲佢都有噶。吓咁咧 ，Demon Souls 咧，其实佢啱啱喺 PS5 未出之前咧，出 trailer 嘅时候咧，个个都已经好疯狂啦！哇，出咗个叫重制啦，系咪？佢算半只烂饭啦，佢有，但系佢啲画面系有再整过、执过。当然啦，佢算系有 remake 啦。嗯。咁但系因为咧，我咧见啲人喺即系好期待 Demon Soul 喺呢一个 PS5 上面嘅表现。咁我有自己有睇过啲片嘅，其实都一出嚟个第一个城堡其实几惊艳嘅，同埋啲 boss 战咧啲画面好靓嘅都。咁我而家重制其实都因为个个都可能打完只狼啊，打完 Dark Soul 啊都冇。个个人啊，仲喺度啊，咁啊咁啱就嚟一个 Demon Soul， 虽然 PS5 喺度啊，好多人都未拎到。点解话半只冷饭？因为佢画面系重制嘅，嗯，但系问题个系统上系冇乜嘢改过嘅。但系呢啲画面好靓啊，见唔见到？系咁，当然嗰时亦都冇咁靓嘅 CG 啦。咁但系就系、是、即系你睇点睇？因为重制之前最近嘅代表作有咩啊？有Resident Evil 啦，二三啦，有Final Fantasy 啦，佢哋嗰啲完全改曬噶嘛。但系呢只就系統同埋玩法上都冇乜分別嘅啫。其實，尤其是系統，因為系統啲人諗住會可能有好大分別嘅，其實應該就唔係好大分別。以我所知就。不過我諗買翻呢只 game 嚟玩嘅人，大部分一係就未玩過，一係咧就係想再玩多一次佢。即系佢个画面啊，个各样嘢有强化到之后系点嘅样？即使佢个玩法同以前都系一样，但系感觉啊，好似玩咗一只新嘅 game 咁。正如我见到，其实我都有玩过 Dark Soul 嗰啲嘅，我见到一个画质，一个画面，我都会想再想买多买嚟玩下咁样咯。我都系嘅，佢呢个系列其实偏向都系好。簡單舊式 RPG 咁嘅裝備技能，自己加點咁樣嘅一個 ARPG 玩法啊！睇下個畫面，就係啱啱嗰個城堡啊！一陣你打嘅時候都會見到嗰個城堡。我喺 Dennis 嚟之前要過第一隻王。Demon Soul， 我好期待啊！應該冇問題吧？我喜欢看人打多啲，我喜欢看人哋玩呢啲比较自虐嘅 game 多啲。你先我整，诶，系喎，你整人体型 B， 我见好多嘢整噶，个样好多嘢整噶，职业噶，系 Dark Soul 都有职业嘅，一个都系喺 Demon Soul 度嚟。我哋要玩咩好啊？梗系玩啲简单啲，有士兵先啦。猎人几好，佢 default 俾猎人按猎下佢咯。初期奖励火焰壶，先储个回血。我觉得火焰壶好重要。好，系啦。名啊，或者先储咯。名叫 Dennis 啊？点解啊？纪念佢今日迟到。Dennis is too late 咁样。咁
啲哇男女啫，嗰个样系咁噶，嗰女人声系啊系有得拣女人声，我皮肤可唔可以改一改佢啊？系啊，翻正常啲得唔得？咁冇正常颜色嘅，呢度我识掉咯。哇，只眼点样？有冇啲 random 啊？哎，有啊有啊。喂，呢、這个啊，咪就哎呀。嗱，你拣到啱你就话 OK 咯。呢个啊，哎呀，你揿得太快啦！我拣啦，一系。我啊，你拣。揿咩拣？揿嗰个 pad 就自动。揿 pad 哦。好似我个 friend 啱啱。喂，呢、這个啊。呢个、okay. 就呢个。我呢个。诶、啊。哦。做咩呀？冇咗咯。咩油啊？佢戴咗帽啫嘛。Hunter Hunter猎人有咩唔同？应该会个防御，应该个体力会少啲啩。有弓咯，叫做。唔系咩职都应该后期会有八个。灵魂等级，唔紧要啦，就咁啦。诶，唔系。完成。Hello Excel, Dennis Lee God, 唔系佢有嘢做啫，佢有有。你唔好见我哋咁样恰佢。系真系有嘢做。真系有嘢做。Excel 话两部机都有啦，玩成点啊？唔好话俾人哋听，好大镬，会俾人闹。系咪？你有机唔系嘛咁？But Velifax of the Royal Twin Fangs.咁好似我哋一个 fan Zero 话斋啦，即系你觉得 Zero 就话你又唔想食炒价，但系当初你又唔排队，呢个谂法系咪啱嘅咧？两睇咯，我觉得。咁始终有啲排队系炒机嘅。唔系，佢就意思而家咁多人喺度呻话冇机，咁嗰阵时你又唔排队啊？大概咩意思？如果人即系应用翻起普通人嗰个反驳呢句嘢嘅话，通常都系讲话唔使翻工咩？都系嘅，都系嘅。啊，唔使翻工咩？唔使瞓觉咩？第日要翻工。唔系嗰个有，唔系嗰个有时间去排。就算有时间排嘅人，嗰啲人都会有其他。因为我听啲人讲，最保守买到最迟排都系讲紧要六点去排，即系又唔使排通顶嘅。但你朝一朝就要去。咁已经好好咯，唔使排通顶。系啊系，唔使排通顶。咁啲人最保守，唔知喺蓝田定系葵广，好似就五点去排就有啦。但有些人排就会说都排不到的啦，那么多人炒你就要试的。不过炒现在什么都炒，寿司郎那些排队飞都炒，那些炒几十元还是三十元张，即是你未吃已经要给钱。我觉得 iPhone 那些夸张一点，但 iPhone 二窿啊，Switch 都系噶 ，Switch Wing Fit 啊，系啊 ，Wing Fit 啊，又系嗰个货源够唔够问题咯、啊。呢其实有啲尴尬，如果 PS5 多货嘅话就冇乜问题。你有睇到个故事 ？Natalia， 呢啲边度睇古仔啊？啲人会睇噶。我真的不懂去理解，你是不熱衷起西方的？不是啊，就算北邦的時候，我覺得那個設計很好也好，我都最後是不理解故事就爆機了。去到爆機之後，我都不明白故事說什麼。咦，為什麼你會在這裡出現的？你睇下啲粒几靓，你入到去再揿一揿先，睇可唔可以搞先。我而家去 Dennis 搞。哇，嚟啦！好似 Dennis 搞，一嚟咧就睇下佢显示，我仲未习惯呢个交叉。显示，好啦，同点？
影片是靓啲啊，系咯，有啲窄啊，系啊。啊，影片系靓啲，靓啲。影片就见到开咗微出城啦，又系。咁你都系搞翻效能好似。喂 ，Hello， 丁啊。梗系要顺啲咩？我哋玩呢个 Demon Soul， 你之前有冇玩过？冇啊，我哋九只，我哋阿九只玩过。系，咁啊，佢系开啲系低啲 FPS 噶啦，系啊，喺度留意下。哇！有咩模式拣啊？都系有影片同埋效果。佢我有做 research 喎。点啊？直接拣画面就得啦，可能同画面嘅分别就系一样。系咩？兩個都是60，分別是一個不會跌，一個會跌，但是會跌的那個都很少會跌，即是效能就不會跌了。不是畫面，畫面畫面畫面其實都漂亮。影片啊，是吧？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啊，它這樣就三個而已，這樣好一點，其實都一樣而已嘛。對，為什麼一樣呢？我不是說，因為就是說細分別到不需要玩效能的那個模式，還有這個遊戲沒有光追的，沒有分別。哦，你一會再試試，你見到现在这个三个模式，它写什么？其实我两个模式啊，即是呢两个效能和影片啊。啊，我唔得啦，你先唔系，我叫你拣影片，即系画面嗰、那个系啊，画面嗰、那个咪窒咯。诶，咁即系佢冇呃我啦，咁你拣下啦。系啊，好。我落去都30喎，啱唔啱？又系30咯。都唔系你所讲两个60咯。唔系呢个，见到系作咯。我鬼佬讲啊，啱啱好明显我都觉得。佢老呃我。我睇翻睇斯坦，你喺度玩讲咩？打开啲大怪，净系可以一下行后，一下行后。因为你玩咗得数一二三惯晒快咧，我翻啲人好痛苦。够懂啊！我哋而家嚟到回味到最初起点。系啊，但系佢都有改升堆嘅，都唔系完全照搬嘅，应该好过得数一。如果玩得数一 HD 应该呢个系。好似咁厚血嘅，你食咗三下冇嘢。系咯。我睇下 Twitter 兩下死咗，一耐久度嘅嘢，哇！你咪揀新手嚟講啊！我冇啊，又話佢依個係好點樣講係好 hardcore 嘅舊式 AR， 好似係好最原始嚟嘅，衰過德蘇。咁即係啲武器係一定要翻去維修嗰啲。我又唔知喎，但係冇得維修，好多惡意會突然間死嘅嘢咯，好多啲。你可以。佢應該教學嚟啫，哦。其實佢行路已經俾我睇，你唔知噶嘛。佢行路我正方就係、是，哦咁啊。佢而家未死咧，應該係仲係，即係單數咧，咪係有嗰啲食咗人性定啲咩之後先會有實體嘅。佢而家應該係實體㗎。人性係啊，你攞冇人性啊？係咪叫人性？單數係人性，我唔知點講，冇咗人性。应该附近有个梯可以落去。呢个系啱开始嘅，啱开始咋？有个梯可以落去。完全唔认得，太耐啦。系咪？呢个 PS 3初期就差唔多第一批嘅 game 嚟。开关。我睇旧版冲凉先。我最行好慢，系咪最快噶啦？已经有冇碌？我都跑有碌啊。但佢碌咧，系唔系交叉好难？哦，系啊，呢个俾人闹飞起啊！你本身統一個決定取消鍵沒問題，但你不要改到動作 game 的掣都轉埋。你肯定是這條，只剩下這條沒有。我記得是跳下去的。為什麼你會知道的？你真的玩了嗎？我有看看。你跳吧，跟著跳吧。你也跑喔，按鍵已經是跑。這個應該是這裡，對。哦，這條梯喔。不過這條梯實在扣不到的。你跑是不是扣氣的？是啊。lock 住啊，肥啊，冇肥，肥啊，肥都冇用嘅，会无敌啊，可能 ，OK 啦。你知道玩依一类 game 系咪啊？背刺啊，有背刺啊，系咯，即刻，我唔知初代系冇，哇，再耐啲可以。我有做功课噶，系啊，几好喎，咁俾人劈死噶，真系玩啊，新个版，睇嗰啲 Twitter 片，睇冇好似，我有睇，我睇少少冇好似，好似玩成。但系我听讲咧，佢 PS5 呢一集咧，系。佢係有加啲隱藏嘢咯，丁堆咯，丁堆咯，但係佢
佢基本上都是真系重制画面嘅啫。但个系统系冇变噶嘛？快少少啦，其实佢行路都好好多噶啦，已经原本再慢啲啊，再硬啲啊。但系佢好真系好 hardcore 啦，因为你 Dark Souls 一二三嗰啲 HD。即如果有玩咧，都係新過呢個好多，即係都順嘅。係啊，呢個好硬嘅真係啲動作，你個配置一次咁耐，你可以碌爆啲。要揾第一個大佬快搞啲，但都係入去噶啦嘛。哦，呢個係咪？幾好啊，閃下紅光咁啊！哦，嚟啦，四方深共石啊叫。共深石。哦，共深石。啊，但點解會踢入破咗嘅？點解你個樣咁亞洲人嘅？不如 random 你冇得翻去啦，重攻击，而家先教重攻击。如果真人我系，哇哇，佢都好硬喎，但系佢动作好顺嗰啲，搞到我都想试。以前 PS 三玩廿 frame 啊，想死嘅睇到。顺得嚟，而且你会 feel 到系，会唔会话？哇，有 parry 喎，反弹。哎，斯德又要玩啦。一見到 Perry， 哇 Perry 啊！反彈冇回頭，試下先。係點樣噶？係撳喂，廢咗，係純粹擋咗佢咁意思啊？唔係，有一下眼神嘅。哦。但係唔係隻隻都有。點你把聲想喊咁啊？你唔算。我啊。係啊。我食完辣嘢啊。咩話？跟住冇米嘢啊。你繼續，你繼續講啦。好放。哦。哇。哇！要 just stream 喎，斯德又要玩啦。但佢競賽失敗都冇嘢喎，你都當要喎。喂，喺競賽失敗，你冇咗嗰個佢顏值嗰一下咯。咁咪咯，咁都冇事。可以相持，起碼唔會俾人打中先啊。相持冇得 pair。相持快啲應該，你成日打。相持冇得 pair 喎。我相持冇得 pair 喎。你再 pair 多下。哇！我試下都試先。斯德。咩嚟？啲劍都冇。哇！光我 OK 喎，有 Perry 我想玩喎，有 Perry 淨係有 Perry 就因為要佢玩啊，咁幾好啊！咁我整嘅 game 齋 Perry 冇得打咯。你覺得呢啲 game 咧個流暢度咧順啲咧，會唔會對你判斷咧有影響？好緊要啊！動作 game 我六十係首要條件，都唔好講其他。如果咁樣嘅操作玩翻舊版嗰個咧，你話會唔會做？即是沒那麼容易做的這些操作，即是你意思是如果撿著那玩舊版，我不知道舊版就不行，舊版是遊戲體驗都有困難，全程都20FPS，很猛的，看到，那時候PS3初期第一批遊戲很，沒什麼好選擇，他們又未識開發，我覺得你PS3第一批遊戲，第一批的，所以沒什麼人識，大家都識Dark Souls的嘛，沒人識Demon's Souls。唔擋嗰啲人，有一點體力未啊？會勁多補血喎，佢好唔好唔？有冇難度揀嘅其實？一開始揀除曬衫佢咯。但其實好事嚟嘅，我都覺得而家咁樣好啲。咪有得加點嘅咩？太黑怪啊！要係嗰啲咩？同埋咧，佢慢嘅呢條。佢唔知係啲乜波都係咁啊，定打波都係咁啊。你啱撳緊嘢咧，佢都係仲係實時。哦，係嘅咩？咁我。冇人出，即係你會俾人哋打。但問題我而家你啱啱話個碌俾人鬧咧，我都有啱喎。佢而家入邊因為手調查就係交叉啊嘛，係啊，確認你係交叉，係啊。咁所以你咪圓形要碌咯。咁咪就係因為呢個無啦啦改決定嘅嗰決定制，搞到要碌咗。有冇自己 set 㗎？我估冇。咦？但可能個系統有咧，好似街PS 四咁啊。想講哪隻遊戲？想講係啊，咪街市。P.S. 有得，我而家唔出得最好嗰个系 Pair， 算得唔紧要啊，你惯咗得啦。睇下我睇下啦。哦，打到人未 ？OK 咯。喂，冇劈冇。打木工。你试下，你试下睇下识唔识到。操作配置。我估呢度我哋冇噶啦，问题 P.S. 5有冇得俾你喐嘅啫，系啦，冇噶啦，算啦。P.S. 5有得圆圈交叉交换咪好咯。其实我都觉得要即系有佢，只要系咁样俾人自己拣就解决咗个问题。系啊，但系都系自己选择啫嘛。啊、你 game 还 game， 自己还自己。而家碌系用咩掣？圆形咯，啊，跑龙碌同我掣啊嘛。咁以后跳啊交叉咁样咪好奇怪咯？唔系跳系圆圈嘛？哎，嚟啦！咁你个操作同你个决定键取消键，应该第一次都要试下嘅。
点会啊？但会太犀利我打佢，咪就系咯，你坐一下就完咗咁样，几靓嘅嘢，虽然佢好核突，但系佢都好靓，好易打。好耐冇睇过咁靓画面嘅数系列。点会死啊？想埋佢嚟。我点会死啊？你点会死啊？就咁睇個操作嗰個攻擊模式真係好易避嘅，但可能等人有新招噶嘛，等人整招三百六十度大回旋，你咪死咯。呢個咪算係三百六十度大回旋。呢個唔夠算，呢個太明顯啦嗰條。佢哋得呢招嘅，咁好難死喎真係。你出下第二招得唔得？惡魔先鋒啊！喺我老牛玩佢好快就死咗。你老牛，可能老牛流咧。我一半喎，咁唔掂啊！好似得啲招啫嘛。佢一半血下可能會出新招咧，你相信佢啦。我信紧佢噶啦，上次我信佢啦，咁睇飞嘅护卫避唔到，我哋冇扣过血喎，我啲扣咗咯喎，通常中一中咧，跟住就死噶啦，一系就唔中，一系就死噶啦。食嘢先啦，会好大笑啊！再见啦，唔谢，快啲死咗，等我玩啲风味快啦，安全嘅地方，我过咗先俾你玩噶，我过啦咁，唉，呢个血量俾你劈死。我要企定定食嘢嘅，哇都系咁样嘅喎。旧芒亨啊，哦系喎，谂住芒亨，系啊，以前芒亨，仲要摆个 pose 添，芒亨摆个大只 pose 添啊，呢个唔使啦已经。我无啦啦打人嘅，准备准备咗你，食唔食啊？我有无敌个 lock 几好。摆咩字啊？有你呢个按垃圾招啦。啊，做咩侧边有条友嘅？应该唔够佢。侧边嗰啲系嗰啲鬼啊？唔系啊，其他玩。咪就係嗰啲，即係嗰啲玩家啲鬼咯。冇連線。係嘅咩？咁即係開發人員啲鬼啦。我有新招啊！慢慢嚟。惡魔先鋒。又嚟垃圾招。我話佢一門血好難輸噶啦，啱咪再四個藥啫喎。可能食個冇藥咧，哇！你又知咁耐，真係冇無敵你又死。佢冇大招，佢冇啊！喺度发脾气啊！无下无下，好安全咁样都可以劈得死。我就咁睇到嗰一个大佬，你碌斩碌斩好有都成功喎。有冇第二招啊？其实我最多呢招咗。重攻击系点啊？重攻击劲慢咯。哦，咁算啦，唔好啦，你慢慢打死佢好啦，快啲赢啊！我学拉某个十放猪，系有十放猪好中意咁样打。我已经被十放猪劈到好多度。我知你讲边个系 G 字头。我唔系啊，系 S 字头噶。喂，死啦 ！S 字头要死啦！系啊。你唔系打到你呢度就输啊？佢食呢啲草咧，劲慢咯。你最后搏一搏，你最后一次咯，最后一次咯。Okay. 加油啊！劈多下就冇噶。等睇食有咩用？喂，呢个系咩用？做乜嘢啊？绝望啲咩落地下？死咯！点解你要咁做啊？你咪玩大家啊？我咪攞只打佢嘛？你咪玩大家啊？你避咗先用得唔得啊？剧情杀嚟嘅。系嘛？真系，我哋特登嘅，知嘅，咁几劲喎，几叻喎。佢唔知嘅，但如果打完有咩？打完有咩啊？我就系唔知道，我想睇咯，但系佢死咗。全靠二狗啦，真系。死咗。可能全世界直播都未有人做到。边有人剧情杀反正咁渣嘅王噶？系啊，剧情杀你扣都扣唔到，一下秒咗佢你咁样。咪咯。佢可能就系，其实你根本就杀佢咧。但系通常呢啲 game 会做俾你嘅动作 game， 做少少俾你啦，奖励咁加瓶水咁啦。P.S. 四咁咯，我其实都删咗啦，次次都好烦，夜晚打打机冇得嘈。有咩 game 啊？人中七电话响。哦，系啊，系啊，系。三国无双啲兵嗌你。三国无双好似啊。兵会嗌我。跟住你个 menu 都揿嗰啲 P.S. 嗰啲掣都咚咚咚。Discord 你查嗰啲 file 佢嗰啲录音佢会喺度播出。我玩音 game 都会。咩话？咁出啲咩声咧？飞啊！阵亡灵魂被抽啊！呢个系契定咩？唔识读。无法逃出，咁系咪完咗啦？哦，所以咁就系 Demon Soul 啦，系嘛？啊！而家得翻一半。哦，咁如果头先我一直唔死咧？最后咪系咪就系因为你咯？冇人知嗰度点啊 ！YouTube 都未有人做到，争啲就做到啦。边有咁难啊？你争啲就红咗啦！我讲下啫，就系起听龙红咗。
可能 YouTube 真的没人做呢，可能没人 upload 呢，没人买到机。哇，咁弱智做呢个 challenge 啊！我觉得你争啲做到好可惜啊，真系。系咁咩？好。Well, you slipped through the fissure too. 黑炮。喂，肥好多啊，师傅。但系呢度有啲大嘅，如果你真系要去咧，你要去。知不如教佢啦，教佢。都唔好记得啊。因为时间关系啊嘛。紧课啊，定？你都知我今日嚟目的噶啦。我玩耐啲先。系，你都知我今日目的噶啦，系。其实不过应该都冇噶啦，其实都系啱啱见到个故事，其实都系一只半 remake。你俾我行啊！你又又我又唔算啊，好大 remake 嘅，佢好旧式 remake 咯。以前即系金色圆形，圆形。以前 PS 2 PS 3时期 remake 都系咁啦，斋推画面嘅啫嘛，唔会。但问题你就系、是，好似啱啱讲你嗰啲攻击模式啊，太单调。点解我中意北方唔中意？得數系列我就係咁解，有啲終結技，有槍反，有多啲嘢，多啲嘢咯。所以而家咪個個喺度等緊北邦 PS 五 up， 呢個 safe 嚟啊，不如 save 咗 save 先啦。啊咁，惡圖嘅咩？係嘅咩？呢啲 game 都係惡圖嘅咩？舊 game 最，game 需要惡圖啊，等你冇得撈 save。係咩？舊 game 最興冇惡圖嘅，好嬲啊！等你嚇 DMC 做咩啊？我 DMC 啊，你有冇試過失調？係咩？我聽錯。哇！哦，死咩？好彩呢啲 game 唔会死。哦，去嗰个中间嗰个圆圈嗰度啊。唔系，好似系去呢度。哦，你唔好近。头先咪兜噶咯，咪升级嘅呢度。哦。哦。拱心石啊！野心之王。你而家咧要做咧？搞到我而家就系好想知道我头先如果杀咗佢会点。你而家就系翻翻，你而家就系翻翻去啱嗰度攞翻个灵魂。哦，跟住打多佢一次。唔係啊，唔會打翻佢咯。係你嘅錯啊！但係一個重點咧，就係而家你要睇個城。魔魔城。我條龍。我條龍個口想點？我 stunner。我咬住啲人。係啊，我咩料？電分數。係啊，哇！哇，幾好笑！哇！我走先，我走先，唔識你。唉，咁幾好。我博得幾好。啊，你問佢。我呢度咪咪一开始嗰度啊，系咩？你睇，你望下个城边，系好靓啊！圣母堂，睇下先，系嘅。同埋可以出到好远咯，呢、這个都系即系每一世代最大嘅分别。你望嘢望到好远，以前机能唔够，你会去到一半就已经蒙咗，又冇啊。要等个捞咯。我哋今日嘅进度就系呢度，等佢打到第一个世王。咁不如俾我打。哎呀，講笑啫，講笑啫，你玩多啲啊！因為其實我識嘅，我識 speed one 嘅。我等陣唔會俾你玩噶。好簡單，因為我都唔使升 level， 我都用依套裝打到去嗰度噶啦。咁其實好簡單啫，我一直跑咯。蘇系列全部都係咁啦，其實。但蘇嗰啲全部都係咁啊，師傅日日都咁玩噶啦。唔係，但係到你行到最後，發現揾唔到路，跟住擰轉頭，成畫面都係嘢。嗱。但你要拎草啊嘛，你咪拎草。咪草啦，唔会扣佢 speed run 嗰啲人边度扣佢噶？算啦，我相信你啊，你嚟啊。佢几劲喎？去边度啊？睇要呢度。其实系冇啲怪攻击模式太唔追啊！你啱咁样行散步、信步闲停咁都避到嘅。圆月草系半啊。呢个系细嗰个叫圆，越大嗰个半嘢，系啊，系啊，哇，咁快嘅，咁几好啊，咪得咯，可以转 game 喎，几好啊，话咗同你认真噶啦，哇，喂，你可唔可以？佢唔俾我过去啊，呢度唔俾 speed one 睇到，完，好啊，死啦咩？未入补门，一补门啊，满咗血啦，佢嗰个而家个灵魂状态冇，哇，灵魂状态咩嘢？你讲咩啊？呢个 game 唔使碌嚟消走啲火几好，冇有冇只游戏系啊，哇无敌时间，六师傅上身，但系个碌真系几无敌，几 mon hun feel。我初头以为呢啲 game 可能个碌冇乜无敌，无敌，好多人嘅呢度，我要去边啊？哇完，哇都唔死，垃圾 game。咁易玩，正常嗰啲死咗咯。系咯，正常啲死硬啦，人王啲死硬。喂，做乜食两下做咩？你都未满血啦。咦，系你满咗血噶咯 ，cap 咗。OK， 啊，呢个唔系细王啦，到啦。
系嘛？喺度。哇，好大喎！系咯，好靓啲画面真系。我嚟哦。始终算系陆师傅啦。哇！哇！为咗啊，俾啲人玩 Death Foam 未跨。真系好啊！好，我想都喊。又为咗达成阿善嘅目标啊！阿善系咩目标？阿善系咩目标啊？我系打到第打到第一世王啊！哦，你本身都预咗打第一世王噶啦。不过话如果你真系认真打几鬼耐？喂，唔好意思啊，诶、哎，呢度咁长嘅、啊。哇！哦，几好啊！好劲啊！哦，你有睇啫。我不过记得都系我本事啊。咩话啊？唉，应该嘅。呢啲咩事啊？蓝色，红色头，劲啲小男人。够使噶啦，够啦，俾人撞，后边，我只要我唔扣佢，我扣多人血咪得咯。系咯，你企喺后面屎忽佢又震你啫嘛。咁点啊？佢要杀晒呢度啊？哇！我俾人包围啊！哇！踩个火都要死啊？咩啊？我踩个 campfire 都要死，烧嘢食，行路过踩咗下楼下就死咗。喂，我完啦，唔玩。我俾你。啊這個、我不你玩這個啊？不是你們有多少時間、啊、我這麼早轉過去其實沒有的，很多時間的，你喜歡玩玩通頂都可以。我玩線但很難看這個玩線的位置，很痛苦、啊、我們退過一點。喂喂喂，我生刀死了，那我死了，拉遮遊戲。我的位置啊，我又死，你看我不知道嗯，咩睇啊 ？R 一啊，呢把 R 一细攻击 ，R 二大攻击，圆形碌 ，R 一挡 ，L 二 pair，R 一挡啊，所以 L 一挡 ，L 一挡 ，L 二 pair， 好劲啊，点样？我晃咗两下，我三话冇伤佢，如正方形食血，好慢啊！啲打街霸嘅人係咪一講啲指令就知係咩？都唔係嘅，其實打動作 game 都我要撈嘅喎。我打開、哎、有火有火，我打開動作 game 啊嘛，賺自己嚟噶。幾多有火？我呢個好難避，呢個忌位喎，佢大概嗰位掉要避咯。點解搞呢個真係？真我見到已經到啦。你見唔到第一大佬啊？記得有嚿石，一嚿石爛咗咯。我覺得大佬太遠了吧。即系行去嗰段路，不嬲都系咁嘅。我试一次嘅咋，一次唔得我即刻咩噶。冇咗嚿石，你不如打一只细王好唔好？呢个系细王，直行嗰只啊。我直行系细王。咦？唔系喎，相反方向。我要去边啫？其实系啱噶，而家唔住噶，冇你。Dark Soul 系列不嬲都系冇。嗱，如果你想打细王嘅话咧，就系呢条桥嘅另外一边。佢行过嚟嘅咯，唔系，另外一边。我试下打只实习下先，我未揿过。佢震好好喎，好震。但你唔觉好好，即系始终佢冇真系从，即系冇真系喐嗰个系大系统咯。你喐你好硬咯，斩落去感觉上硬，但系好长。啊，试下咧呢个实验下先，咪 pair 咗咯。好难 pair 噶。佢挡晒你招，你打紧可以挡。一系 pair 一系挡假药。我好想取消啊！你知我点取消啊？好犀利食啦！喂，完咗咯咁样。掉啊！好麻掉。头先我就想掉呢、這个，掉都掉咗。你下年先掉过去啊！中咗我，但系佢死咗。掉咯。呢边啊，但冇药喎。有啊有啊。咁落去唔系路。有有后系点啊？又。我睇下。哎，系啊，好 hardcore 噶，大幅回复喎、哦。其实点解我 cap 咗嘅？冇系咪冇办法噶？冇办法噶，好似系咪？要攞翻个肉身先啊嘛。咁食一次咯，食唔食一粒咯？打大攞去，打大定打细啊？打大你打你有牌喎、啊。啱啱佢嗰度唔系咩？佢嗰、那个佢嗰个见唔到个喎。争啲啫嘛，佢门口死咗。系咩？都唔系啊，唔系啊。系打细啦，好啦，打细打完一 hit 过搞掂，跟住就打闹游戏。离开有功战士。打人好正喎、啊！真有个揸长矛，同埋我俾我上咗好多草喎、啊，即系你有心慢慢磨上，你一定劲多血噶。哦，系啊，但系而家冇晒。我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大佬啊！
哦，都幾勁喎，大佬。哇，咁樣嘅。呢個啊，士兵連巴，嗱，勁多血草俾你執。咁幾好喎，係咯。咦，啱啱殺嗰時有冇執？係繼續行。我拎翻個草啊，有冇啊？冇啦，唔係個，唔係一定有。我係 RPG 識啊，貪心的小狗啊，有嘢就要執啊，執唔到我好唔舒服。你有冇玩過呢只系列？呢只啊，呢只啊，呢只啊，呢只好勁啊！呢只完全冇玩過噶。呢個撳掛咯，嗰陣時我 PS3 同 friend 一齊買噶嘛，佢咪買啲分鐘玩咗陣。即係狼有冇玩過？只狼有，但係只狼唔同。你死咯！睇唔到嘢，呢個嘢擋住我，已經射邊中咗第一下啦。你乜都冇做過。係你玩啦。攞個底只啊嘛。係打。好。有咁。點樣點行㗎？我記得。玩 Dark Souls 最緊要記得路。啱好。想翻屋企係咪？點解我頭先 call 俾人，我冇揸住個手仔俾人打到飛起，我都冇。因為佢因為啲細怪真係好細啊！我想問咧，你係有玩個隻狼？我只玩只狼，真係玩。但北方玩一半咯，我兩次都係同 friend， 因為我部機同 friend 一齊 share 咁。北方都好玩啊！我中意北方多啲。即係放都未爆，係咪好勁啊？全部啲 game 都玩一半。Demon Soul 北方只狼玩一半，北方同 Demon Soul 仲係個同我 friend 一齊玩，都唔係自己玩。北方打到边度咧？打到好似好多眼，好多只眼嘅猪。吓、啊，嗰个都系一般嘅。雷嗰只犬好大只雷犬。着火啊！系。咁出嚟。咁啊，咁都系冇咯。动作惊正方中意斩人噶嘛？边有人会斩人噶？啊，或者斩人噶？老师傅系用呢啲制噶啦。正方斩。啊，咁我唔中意玩喎，啲操作住。咁又唔係嘅，咁冇嘅，蘇係咁樣嘅，好似係我問下嘅。係啊，美國係咁。北方都係咁啦，其實。嚇？北方都係。R 一係咁樣。北方係用個槍嘅反擊幾有型。我追北方有個終結技好型，攞個啲咩嚟打落嚟。喂，點啊 ？OK。後面。係。煩啊！但係呢個無敵嚟㗎。真係無敵。系啊，无敌嚟。咁几好，无敌。其实要啦。哇，佢啲箭会太快啊！系啊，咁咪好咯。你唔好咁黑角啊嘛，咁黑角啲人点玩？我咪觉得好唔黑角。唔系噶，你玩到后面就唔系噶啦。其实虽然就啱，就算我死咗都好啦。我觉得你而家苏比真系好，系唔黑角啦。而家苏我已经死咗好多次啦，应该。不过我所知 Demon 都唔系，我想 pair 佢。我连人王一开头都死咗无限次，开头好难玩。用開頭啦，一開頭未有嘢嘅時候好騷噶 ，very 騷，連個城堡都係英國城堡都 very 騷。士兵連花係咩事？呢個細弱嚟㗎，你可以食。芝麻。緊張。其實我都係咁嘅啫，係喎，係長期啲嘢。啊，取回靈魂喎。係喎。哇，冇動作幾好啊！死我不中。OK 啦，哇，咁神。有一倍次的你只，系咪？咁乜嘢啊？佢一下咁慢，我忍佢跟我一下，跟住又倍次咪。第一嘢好难打。我系咪啊？不过佢好似全程都攻击得我呢个。喂，佢咁样喎、啊？你都唔知道，你唔觉得佢好似跑埋嚟咩？佢都唔止跟紧你，跟住就跟住我先。呢个王一麦卡几个钟？因为我都唔知系咪叫王嘅，就呢只我都。正经怪咯。但系佢唔 suppose 打噶，如果佢唔 suppose 打，佢隐藏打赢噶，但系打得赢。我觉得 suppose 可能要有啲特殊嘢去打佢咯。唔系啊，打得赢。我问我都打赢。我双手揸系咩劲啊？大力啲啩？你试下啦，咁三个。三个咪双手揸。系啦。你唔应该揸斧头。都唔 pair 啊。因为好慢啊，斧头。系啊。咁佢拣揸匕首啊！你揸匕首。一开头拣职拣职业嗰阵时有得拣，拍开咗行我档乜机？呢个 game 系啲人话难度冇咁多，就因为档太劲。但以前我抽烧好多噶，听明白痴个难度。不过好似系即死陷阱多咯，而唔系即系好多即刻跳落楼嘅嘢咯。系啊，即系打唔系话。咁我啊系超级难。话战斗冇乜人 pair 咁讲 pair， 嗰阵时太杂，杂到系影响游戏体验，玩唔到。系北方嗰种再夸张啲，北方好窒咩？好窒啊！佢廿几分钟嘅，睇地方。但系佢 PS4 免费有冇俾？你有冇单啊？有啊，我有玩，我买噶。
買添啊！我 friend 請買 PS4。咁你跳咗落係咪要再行一陣？我唔知而家做緊咩，我撈完我講緊嘢。咁你死啊！就咁樣啊！你俾機會我啊！啱啊！打得贏啊！啱講咩話 ？PS4 做咩？我唔係 PS3 嘅咩？得幫 PS4 啊！好玩喎、啊！向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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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哇，好大箭啊！啲箭咁样喎、啊，仲衰过咧，有啲惊嗰啲子弹，嗰啲咩重机嗰啲子弹。哇 ，sorry， 有弹弹出嚟。喺后边有人掉紧。哇，要难搞。卡呢度唔系。啊，死啦！你早落。哦，中箭。你中箭好似被人掟，我、哦、死咗。先等我望一望。哇，呢度有声。我啱啱有取消嘅嘢。好难噶。好啦，拉屎啦。啊，你拉屎，交俾你。咁唔系有得咁啲灵魂有咩用啊？唔系一升 level 咩？唔系通常啲位去。你而家咪零咯？你啲灵魂就攞翻你死咗嗰啲灵魂。但其实都唔好多咗，啱啱。所以幾百條，都唔知呢個 game 單位係邊個啊？我俾佢劈一扎嘢都夠勁少。我成日覺得點解佢嗰啲敵方斬嘢咧冇啲判定線，你都唔知佢斬緊你，即係佢咁樣喺度，我以為擺 pose 嘅，跟住嗰個大佬咁樣衝埋嚟，又我以為跑埋嚟又吉到我。咁但係判斷佢吉到你，所以先吉咯。就係即係嗰個唔夠明顯，可能呢啲 game。有嗰啲，但系啲苏嘢全部都系咁嘅，即系譬如啲箭咧会有啲白色判定线咁样。但系啲苏嘢咪不嬲都系咁嘅。我觉得北方阴。知我，因为北方同即系狼我玩，我唔觉得有呢个问题。即系狼唔同公司啊。买台台球啊。我知啦，可能咁呢只始终都系旧嘅 game 嚟噶嘛。人望就唔系台球，呢个唔系佢哋做噶嘛。哇！我连嗰个都可以 pair 到喎。咁 pair 其实系党嚟噶嘛。因為你舊嘅 game 你冇辦法去再改，但係你話曬你就係算係半 remake 噶嘛？佢唔係原班人馬其實，佢原班人馬派咗一兩個人去嘅啫，其他係藍點 point 嗰間，即係嗰間做 remake 嘅公司做。啊，咁就佢哋唔係好資源部嘅，所以先冇乜點改啫嘛，因為唔係好敢改佢。哦，但都算幾有誠意嘅，講真嘅，望都怪怪地咁咯。你玩啲好新，但系玩嘅内容就唔新嘅感觉，好唔和谐。你要死啦！加油啊！我跌个宝，喺后面突然间出嚟啊！你其实莲花你系咪宝血嚟噶？你有咯？多嘢食未啊？唔系啊，有捉咯。有前有护士嚟噶，好慢啊！搞后面先。唉，最中意睇呢个画面。一百云，不如唔好打呢度。我咪唔打咯，我唔想打噶，佢逼我。OK。啱啊！一下唔中，我怀疑佢系惊呢个啦。我求五，哇！碌过去嗰度，碌过去嗰度。好中意碌啊！玩惯嘅。呢度阔啲啊嘛，呢度。系咯系咯。呢度阔啲，梗系执呢度。系。我活命勇者咁样。哇！哇！佢咁样一下死咗。哇！好快啦，因为佢一到你个范围已经到啦，你都冇时间睇，跟住就 pair。会引晒啲怪过嚟，要慢慢打。十铺七。得啦，时啊，唔得事啦。好啦，放弃呢个 game。